看这一题，他说已知哈 ，A 是这个 ，B 是这个，他要你呢，第一题是求 A 加 B， 那求 A 加 B 哈，我们把这个指数部分弄成一样，哦，就 A 加 B 啊，等于多少呢？ 2.4 乘以10的80方，这样多少呢？这个我把它乘以10的二次方，这除以10的二次方，5除以10的二次方就是 0.05， 再乘以10的80方。好，那这个10的80方可以提出去嘛，就变成这个加这个，就 2.45 乘以10的80方。所以第一小题是 2.45 乘以10的80方。那我们看看呢，这个，第二小题，好的，第一小题，第二小题相减 ，A 减 B 的话，就是这个减这个，那 2.4 减掉 0.05 就 2.35 乘以10的多少呢？ 80方。所以第二小题哈，是 2.35 乘以10的80方。